如果青衣醒了，赶紧带他往森林深处逃。可怜的事，先不要多说。我知道了。嗯。该死，这么远的地方都可以打过来吗？快趴下！哈！这个数量，我没办法顾到后面。混蛋，混蛋呐！力，抓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完全被搞糊涂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貌似有一股异常强大的能量在爆炸的中心点。怎么了吗，队长？刚刚在那个方向，算了，或许是我的错觉。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家伙怎么突然一动也不动了？分析生命资料吧。了解，生命指数还是有的，不过确实从刚刚开始，他就进入了低活动状态，像是灵魂被抽掉了一样。他没理由自己停下，刚刚还在闹腾呢。外面肯定发生了什么。其他地区现在是什么状况？状态都不太乐观，因为特意远征的关系，王国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这次的灾难，科研和禁卫肯定都忙不过来了。怎么，有新的报告吗？刚刚总部发出最新消息，包括我们这边在内，所有的怪物都在同一时间停止活动了。有查出原因吗？虽然是有蹊跷，但这的确是一个喘息的机会，要一直维持翠凤也是挺累人的。有的，科研已经做好了回收目标的准备。刚刚传来了新消息，艾尼亚斯学院出没的绿色怪物被成功破坏了。破坏？是破坏掉吗？不是压制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报告内容并没有提及这部分。啊？怎么会消失了？地区有收到任何回应了吗？没有，派过去的增援已消失了。生命赶紧撤出 F 区，禁卫军正在赶往 C 区。怪物的行为有很大的反应，C 区的火越来越大了。士兵们哪里还有没有被破坏的血？我们的防毒面具没有用啊！你要去哪里，怀特？快停下！您不是想亲自上阵吧？放开我，野鹿！我不能待在这里，不然你还要做什么？别忘记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现在可是女皇陛下，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这不是战争，是灾难。我们现在什么都还没搞清楚，那又如何？这和我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关系？我没办法在这里等着事情发生，一定还有什么办法。我不想让更多人牺牲了。你已经不是骑士长了，女皇殿下。